哇，你煮一个水果煮好了，还有红萝卜。对啊。哇，这个三根红萝卜像恐龙的爪子一样哎。你看有没有像恐龙的爪子？看哪一个？好。一打电话了，喂。这个是你的电话。等一下啊。老板要下订单。非常的忙碌啊！哇，你都给他藏到里面去了，是在煮饭吗？对。咦，你看，咻！